万万没想到，第一次跟女友父母见面就被嘲笑是穷鬼。我给爸妈打电话诉苦，他们也跟着笑话我。你姐姐是顶级明星，影视歌唱双栖王者，你哥哥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，市值蒸蒸日上。就你没个屁用，找个对象都能看走眼。乖乖回来继承我们的亿万家产吧。跟女友父母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就提出了嫁女条件：一彩礼一百万，二要有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，三要有一辆 BBA 的车子，四要给未来大舅子准备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，而且要在市中心，五要有编制的工作。 父母双亡，家里没有兄弟姐妹，这五个条件前四条我都能办到，只是这第五条我真心办不到。女友小丽跟我说，这已经是她父母的底线。她父母国企双职工，结交的圈子也都是国企人员，大家条件都差不多。她的闺蜜甚至邻居条件都不如她，但是嫁得比她好多了。看我不说话，她撒着娇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你总不忍心我被其他女孩比下去吧？我也想不顾父母反对跟你私奔，可是那样的话我就得不到父母的祝福，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” 亲爱的，你不会让我不幸福的，对吧？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凑出来。我要是信了他的话，那我就是脑子有坑。虽然我是富二代，但并不代我就是有钱人。傻素来，我哪有父母？你爸妈不是要求父母双亡吗？小丽，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。小丽收了笑容，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支香烟，点上，吸了一口后吐了几个烟圈。卫星，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这个社会是现实的，有情饮水饱是行不通的。事实证明，坐在宝马里哭，远比坐在自行车笑的女孩更能得到幸福。如果你满足不了这些条件， 我就只能对你说声抱歉了。那我们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。好一个有缘无分！小丽是我大学同学，恋爱期间我们相处的很愉快，都没有探究过对方家人的情况。大学一毕业，我就想着把她带回家，给她介绍下我的家庭成员和家庭情况。哪知道她先把我带回了家，更不知道第一次见面，准岳父母就提了这五个条件，更没想到小丽也对这些条件丝毫不让。我一直以为的校园纯洁爱情，就这样在我面前轰然崩塌。回家后，我跟父母和哥哥姐姐说了下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我哥魏阳都气笑了。魏鑫，你这个准岳父母提的前四个条件虽然很过分，但我们家也不是不能满足。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这第五个条件就着实过分了。我们全家都没有编制，这个想想办法我们也能搞定。但皱着我们死绝的亲家，我们魏家还是有些高攀不起的。听哥一句话，分了吧。魏月摆弄着刚做的美甲，小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跟姐说。爸妈没对此事发表意见，但对魏阳和魏月嘱咐了一句：你们两个要对弟弟多上上心。 看看他交了个什么女朋友，晦气！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，我来到了小丽家。敲门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跟他来一场正式的分手仪式，没想到门打开后，我却看到小丽正靠在一个中年外国男子怀里抽着烟，举止十分亲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小丽的父亲不是他，他也不是混血，而且看这个架势，他们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见面。我有些发懵。小丽母亲骄傲地告诉我：“这位是小丽现在的男朋友莫瑞娜。欧洲阿尔巴尼亚人，是个老师，各种条件都跟我家小丽都很般配，我们也很认可他。” 这个莫瑞娜在询问小丽：“我是谁？”小丽吐了个烟圈后回答他：“我大学同学前男友，一个穷鬼，分手了还不死心，天天过来纠缠我。”外国男人莫瑞娜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：“你前男友还是蛮帅的嘛。”这时候，小丽的哥哥小亮跑了出来，看了我一眼，鄙视的说了一句话：“帅能当饭吃，还不是穷鬼一个。”接着向莫瑞娜谄笑：“哪有妹夫好，血统高贵，品行大方，我爸妈提的条件一口答应。”外国男人没有接他话，而是看向怀里的小丽，主要还是宝贝漂亮值得。 小亮立即马屁奉上，欧洲人就是会说话。小丽能嫁给你，真是他的福分啊，妹夫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送我的那套市中心的房子呀？外国男人淫笑一声，那得看你姐姐了。他们一家人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全都沉浸在有了个外国亲戚的喜悦当中。此刻，小丽在我心中彻底的翻篇了。我也很庆幸没有跟他们一家人结亲。我善意的提醒了一下，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属于很穷的国家，你们还是得注意下。我言下之意是让他们注意，别上当受骗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小丽母亲双手掐腰，面带不屑：“欧洲再穷，也比你有钱。你这个癞蛤蟆，别想吃天鹅肉！你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小亮就猛地冲上来，伸手要打我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这小子就上蹿下跳的。看在小丽的面子上，我忍了。现在我可就不惯着他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向他身后一扭，再使劲一按，小亮便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小亮立刻哀嚎起来：“你敢打我哥！”小丽蹭的一下从外国男人怀里站了起来，愤怒地冲向我，他父母也向我冲来。 我赶紧溜之大吉，背后还想着小丽的声音。卫星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姐给介绍了一个姑娘，叫孟倩，大二学生，是她的学妹。我约她下午两点在她大学附近的咖啡店见面。提前十分钟，我到了地方，点了一杯卡布奇诺、一杯玛奇雅朵，还有一杯橙汁。大约五分钟的时候，我给孟倩发了桌位号。就在我等候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道非常非常不和谐的声音。卫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声音不用听，我就知道是小丽。我抬头望去，她正靠在她那个外国中年男友身上。不知为何，她找了个外国人之后。 总觉得特别骄傲神气，一副小人得志,志、趾高气扬的样子。我懒得跟这种牧羊犬一般见识，越发怀疑自己当初的眼神。小丽面带厌恶，卫星想不到你竟然堕落至此，都学会跟踪了。无论你怎么纠缠我，我们都没有可能了。以前我们身份一致，是同学，是情侣，但从现在起，你我之间的身份差距甚远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像你这样不思进取的人是没有未来，更不会有女朋友的。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你之前对我哥动手的事情，我既往不咎了。但请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 他说到最后，竟然有些大义凛然的味道。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出来我不思进取，但我知道他的进取是找个老外男朋友。挥了挥手，刚要让他们滚蛋，别打扰我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句：“对不起，麻烦你让让你挡到了。”小丽下意识的让了让位置。一个穿着一双白色的板鞋，身穿牛仔背带裤、白色小衫打底，头戴黑色小礼帽，长长的秀发拢在帽子下，五官精致可爱的女生走了过来，然后落落大方的坐到了我的对面。她看了下时间，我没有迟到，是你早到了。我刚要说话，又被小丽打断。 卫星他是谁新女友吗？小丽先是打量了他一番，眼神中露出嫉妒的神色，然后仿佛捉奸成功的模样，嘴里还不忘发起攻击。怪不得你分手分得那么痛快，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，你个渣男胚！我闪身躲过他喷来的浓痰，目光扫过周围的吃瓜群众，又看向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你父母开价太高，我给不起。区区几百万你都给不起，就是一个穷屌丝，还结什么婚？”小丽一边说着，一边又靠上了外国男友，还是我家亲爱的好有钱又大方。这句话一出，我就知道小丽要犯众怒了。 吃瓜群众纷纷表达了对他的不满。咖啡店里的工作人员走到小李面前，女士您好，由于您刚才发表的不当言论，严重伤害了顾客的感情，所以请您离开这个店。小李先是有些尴尬，后来有些疑惑，接着变成了愤怒，仿佛他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言论有什么不当。我男朋友是外国人，外国人你懂不懂？你不能驱赶我们！你们老板呢？我要找你们老板。工作人员躲闪着他的飞沫，这就是我们老板的意思。他中年男友也加入进来，我要见你们老板。你这是侵犯我的人权！ 工作人员做了个请的手势，还请两位配合。小丽和莫瑞娜一副完全我是高等人，我就不配合的样子。这时，坐在我对面的姑娘站了起来，晃了下手机，语气冰冷地说：“莫瑞娜老师，我全程都录了像，麻烦您管一下您的女朋友。您也不想我把视频发到学校群里吧？你是 A 大的学生，我记住你了。”莫瑞娜脸色变得有些铁青，说完了狠话，便制住了还在叫嚷的小丽，拉着她走了出去。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笑了一下，表情的不屑一闪而过。她对工作人员说：“小夏刚才表现得很好。” 这个月给你加奖金，谢谢老板。工作人员说完后，开心的跑开了。他大方的向我伸出右手，你好，我是孟倩。我和孟倩聊得还算投机，她跟我性格相似，孤傲高冷，我们适合做朋友，但不适合做恋人。更何况她对我坦言她有喜欢的人了，而我也不想随便将就，更不是海王。我们互加了微信后就各自离开了。有时候越不想碰见一个人，就总是碰到。这不，我在停车场又碰见了小丽，以及她的中年男朋友。小丽挽着莫瑞娜的胳膊，一副鄙视的表情。卫星，你还说你不是在跟踪我？ 你不陪你的小女朋友了？没想到玩的挺花呀，老牛吃嫩草，也只有没踏入社会的穷学生才会跟你谈恋爱吧？我反唇相讥，莫瑞娜叔叔，你女朋友说你老，莫瑞娜的脸色更加铁青了，看着我阴阴的说：“你女朋友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？你可要看好她，我一定会让她好看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我友情提醒你们两个一句：现在不是大清，外国人在我国没有特殊优待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，到了我们国家就应该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。那些在自己国家混得不好的外国佬，在我们国家也一样的。 莫瑞娜，我很期待我们的第三次见面。莫瑞娜仿佛被踩了尾巴的野狗，如果不是顾忌年龄差和身高差，我相信他肯定会冲上来动手。小丽一边小声劝慰着他，一边对我展开打击报复。卫星没有本事的人才会逞口头之力。我和莫瑞娜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要坐着豪车先走了。我看了一眼停在一边的宝马三系，笑了笑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之前我也不爱搭理你们。说完，摁了下车钥匙。不远处的黑色大 G 亮起了车灯，闪瞎了小丽的双眼。回家后，小丽不断的给我发信息。卫星，你开的大 G 是你的还是租的？ 我不耐烦地回了一句：“正如你所想的那样，是租的。”说完便拉黑了，然后就把莫瑞娜的照片和姓名发给了魏阳，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，包括在国外的。魏阳的商业帝国横跨 IT、科技、贸易和医疗、应有等领域。我把事情跟他简单的讲了下，让他顺便帮忙查下莫瑞娜资料。莫瑞娜想对付孟倩，而孟倩是我朋友，而且还仗义帮我，这事情我不能不管。一个小时后，魏阳将莫瑞娜的资料发给了我。这个外国佬在国外有老婆，不过欠了一屁股债。 跑到国内靠着吹嘘都混到大学当老师了，小弟你想怎么对付他大哥都配合你。不过爸妈的家族企业明星集团就得你去继承了。当初爸妈可是跟咱们说好了的，谁要是自己做的不称职，就得去继承他们的产业。你现在谈个女朋友都能看走眼，你不回去继承千亿资产，谁去？在我哥一番说教兼威胁下，我只好认命的去家族企业上班。我去明星集团上班了，不过是从基层做起，目前是一个小行政。小丽也不知道从谁哪儿得到这个消息，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好好的嘲讽一番。 卫星，你终于认清现实了，恭喜！我一定会去你们公司看望你的。我回了一句有病，然后挂了，顺便将他电话拉黑。我们兄弟姐妹三个，哥哥姐姐他们都有自己成功的事业，只有我一个人因受他牵连，无奈回家继承家族企业，本来就很难受，用得着他来嘲讽。在一次公司活动中，我在员工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名卢小亮，还是业务部门的一个小组长。经过照片比对，我确定了这就是小丽的哥哥小亮。我终于知道了小丽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入职信息，这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我看着他的名字笑了。 这次公司活动是对老客户的一个答谢会。卢小亮作为业务骨干，在人群中游来游去，笑得很放肆，倒也显得有几分本领。我有些好奇，就假装路过，突然听到了他好像在光明正大的出卖公司机密信息。我一时有些不敢相信，他竟然假借大笑掩盖出售公司的真实意图。他的胆子怎么这么大？看到我停下，他径直走了过来，嘴唇扬起讥笑。哎呦呦，这不是我的前妹夫吗？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呀？你以前不是很凶的吗？上次你还要打我呢，现在我站在这里，你怎么不打了呢？面对他的讥讽。 我冷冷回他，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影响你的工作又如何？一个小小的行政罢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整个公司都是靠我们业务部养活的？你们行政就是服我们业务部的，知道吗？我爸是苦哈哈出身，当初靠着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了十几年，才将公司做大做强。每一个部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明确规定，公司里不允许出现某个部门骄傲欺压其他部门的事情。我也不会允许有人无视我爸的规定。于是很不客气的对了上去。公司各个部门都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 而且没有兄弟部门的支持，业务部也很难顺利扩展业务。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讲这样的话，寒了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心。小亮完全没想到会被我教训一顿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你竟然敢这样教训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是公司老板还是公司太子爷？你信不信，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从这个公司滚出去？他歪打正着，竟然说对了我的身份。但这场游戏，我还不想这么快结束。小亮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售卖公司机密信息，肯定是有所依靠。 我要找出他背后的这张大网。我眯了下眼睛，采取激将法。你甭管我是谁，只要你违反你个公司的红线规定，我都有权制止你。你要有本事，就真的把我开除。我涨红了脸，眼睛闪烁着正义的光芒，把一个初出茅庐的热血年轻人演绎的惟妙惟肖。小亮啧啧了几声，用轻蔑的眼神看向我，真是一个正义热血的年轻人啊，我都忍不住的想给你鼓掌了。可惜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残酷。你等着吧，等你被开除的时候。 我再把小丽喊过来给你庆祝一番。说完，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。活动结束后，我被主管笑话喊到了会议室，与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人事部的同事林康。我心下大喜，看来卢小亮真的经不起刺激，这么快就喊背后的人来惩罚我了。主管好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主管的表情很严肃，指着人事林康说：“人事部认为你的一些行为过线，想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”林康顶着一张扑克脸，面无表情的问我：“业务部组长卢小亮向我们投诉。” 你在公司活动期间玩忽职守，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名声和利益。我配合着他上演一副愣头青的角色，这不可能。我在这次公司活动中一直尽职尽责，不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。是卢小亮说了蔑视我们职能部门的话，被我制止，他怀恨在心，趁机诬告我的。校主管眉头皱了下，他问魏星，他说了什么话？我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，他说业务部养活了整个公司，其他部门都是垃圾，就应该把他们业务部当大爷供着。 此话一出，主管和林康脸色都有些不好看。这类话他们倒不是第一次听，只是以前只是业务部内部讨论，这是第一次听到业务部门直接对职能部门说这样的话。校主管接过话，林康，卫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工作人员，他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员工。如果说这样的员工还玩忽职守，那我这个主管是不是也是不称职的？林康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把卢小亮以及业务经理喊过来。” 咱们大家一起沟通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误会。主管见我没有异议，就点头答应了林康的请求。没多一会儿，卢小亮和他的领导也到了会议室，以及林康的领导人是主管。林康简单的把事情说了一下。业务经理问我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卢小亮说了这些话吗？”我将本色出演的愣头青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卢小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玩忽职守吗？大家把目光看向卢小亮，卢小亮一副早知道你们会这样问的样子。我们组的业务人员都可以作证。我继续刚。 你们组的人当然站在你那边，一起诬陷我。我们业务经理也可以作证，他是你的直接领导人，得避嫌，不能作证。人事主管跳了出来，卫星，我作证的话，不知道需不需要避嫌。我一副事到临头，硬刚到底的样子。您是裁判员，避嫌不避嫌，您自己说了算。一直没有说话的校主管见我眼圈微红，忍不住为我说话。作为他的直属领导，我认为卫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如果各位觉得有问题，就拿出证据，不要用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来。 我感激的冲主管笑笑，这些人中他是唯一还有正义感的人了，其他要么是拉帮结派，要么是墙头草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校主管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这事儿我会一直硬刚到底。反正我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业务经理笑呵呵的说：“你们零零后啊，是真的不服管教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堂社会课。”人事主管一副头大的样子：“卫星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先暂停你的职位，调查一下也好还你公道。” 如何？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他们是想利用这几天，想方法给我罗列更大的罪名，好把我彻底开除。但这样一来，他们需要动用更大的力量来做此事。我很期待。人事主管又看向校货主管，校主管，你也没什么意见吧？校主管看了看我，没说什么话。就这样，我被停职了。我刚回家就收到了魏月的电话，我姐劈头盖脸一顿教训。听说你小子刚刚搅浑了半个业务部和人事部，姐，你有事说事，不用找什么开场白的。 嘿嘿，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傻小子。我姐嘿嘿一笑，爸妈都说你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傻的，其实你是我们三人中最聪明的。看似做事傻乎乎的横冲直撞，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深意。你这次同意接手爸妈的公司，肯定也有其他想法吧？我使出了杀手锏三件套，装傻充愣加撒娇，姐你就别问了，爸妈授权我可以做任何事情的。我姐果然举手投降，不再过问此事。今晚是姐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演唱会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配合。 你给我打扮的帅气一点，票我已经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了，算计着时间，你也快收到了。就这样，说完就立刻挂了电话，完全不给我反悔的机会。这边刚挂了电话，就马上收到了小丽的电话，来自一个陌生手机号。听说你刚工作没多久就被公司开除了，即使外面的风那么大，都闪不了他那根散发垃圾话的口条。真是恭喜恭喜啊，像你这样的穷人，注定是社会的垃圾，一事无成。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吃喝玩乐。 根本不需要工作，我今晚就要去看魏月的演唱会。魏月，你知道是谁吧？国内顶级明星，影视演唱双栖王者。说起来，你们名字只有一字之差，这待遇却有天地之别。这票还是我家亲爱的给我买的呢。想到他所谓的高贵血统、外国老男友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到时候莫瑞娜所有为他的消费都会追缴回来。说实话，我有些期待，这可能是他最后无忧无虑的时光了。那祝你玩的愉快。我这可不是蓄意报复，是你故意将脸送过来。 让我打的。十分钟后，我拿到了演唱会的门票，还是第一排的 VIP 票。我喊造型师给我简单做了个造型，然后开车直奔演唱会地点。把车停好后，演唱会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魏月从小就长得漂亮，不但成绩好，还能歌善舞，一直都是家长眼中的榜样。北影毕业后，她很干脆的拒绝了爸妈的安排，一腔热血投入到演艺圈。仅仅三年，就成为顶级人气明星，影视和歌唱双栖王者。魏星，你真的追过来了？ 我循着声音找了半天，才在长长的队伍中看到了小丽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我的，这真是迫不及待的把脸伸过来了。盛情难却，我就小小的打一下吧。小丽目光有些复杂，竟然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尖酸刻薄，反而长长的叹息了一声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马上就要失业了，现在又买这张票，你还能剩多少钱？我就看不上你这种没有打算还不上进的样子。我笑了笑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种不上进的人。说完。 我越过长长的队伍，跟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，从特殊通道走了进去。又收到了小丽的无数电话和信息，我统一没看，删掉，拉黑。魏月不亏是我姐，几个小时下来，唱、跳、rap，现场各种互动，唱起歌来竟然没有受到半分影响，气息稳如老狗。演唱会很成功，现场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魏月在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向现场所有的观众鞠了躬，答谢粉丝的支持，然后向台下的我挑了下眉。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，我知道外界很多人都很关注我的家庭情况，所以今天就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弟弟卫星。接着，我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脸，嗯，就很帅。台下的女粉丝响起了一阵欢呼，哇，好帅！魏月继续说，我这个弟弟傻傻憨憨的，大学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，毕业就被甩了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，萎靡不振，看得我万分心疼。因此，我才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向关注我的人介绍下他，有感兴趣的朋友。 可以找我索要他的资料呀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台下就有女粉丝高声呼喊：“姐，替我看住我老公，我一会儿就带他回家。”我是真的火了，一时之间，魏月的弟弟魏星上了各种热搜，网友们还热心的吃起了瓜。魏星这么帅，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，为什么会失恋？猜一猜，帅气的魏星为什么会被前女友甩？我赌十包辣条，魏星前女友不知道他的姐姐叫魏月。我拿前男友的十年寿命做赌注，魏星前女友现在肯定后悔万分。 我拿前男友短三厘米做赌注，卫星前女友现在疯狂的给他打电话道歉。楼上的为什么只赌三厘米？肯定是因为没有再多余的了。楼上正解，同情五楼，同情五楼。楼上加一，网友还真是神通广大。此时，小丽正疯狂的用各种号码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了一个是小丽的声音，再接一个还是小丽的声音。我无奈的对她说：“别问了，爱过，现在不爱了。”小丽愣了一下，接着继续说。 魏月真的是你姐姐，你昨天应该在现场看到了吧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也没问呀、啊。小丽又来了脾气，我不问你就不告诉我。毕业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告诉你，不过后来看到你家的条件，我就放弃了。你明明能满足这些条件，为什么不答应？你就是一个渣男。我冷笑一声，别抬举我了。我要是无父无母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我就是一个穷光蛋，配不上你的。小丽话锋一转，魏星，我长得也不差，想进军演艺圈。 让你姐帮帮忙呗，我明知故问，你想进演艺圈就想呗，关我姐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帮你？凭我们之前的关系，让你姐姐多少帮我一下嘛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说有，那就是你诅咒我全家死光光的敌对关系。这关系你好意思让我姐帮你？说完，我就重重的挂了电话，心里吐出一口浊气，畅快无比。小丽也火了，她火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，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她的父母。因为我的原因，她被扒出了我前女友的身份。 他原本还想着趁着这点热度，大秀不靠男人的独立女性人设，赶紧吸一群粉丝。不料却被神通广大的网友挖出了他的家庭成员以及过往经历。我看了下网友的科普，不禁为他父母扎实的演技点赞。小丽的父母根本不是什么双国企职工，不过早期给国企看过大门和自行车厂。失业后，他父母靠着日常碰瓷赚钱，凭着精湛的演技以及被碰瓷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他们两个倒也把家庭的生活提升了几个档次。不过有一次碰到了一个愣头青。 一个大学生好心把他母亲扶起来后，他母亲就咬定是大学生碰倒的他。他父亲赶来后也加入了指责大学生的队伍。大学生也是血气方刚，面对这种无理取闹、恩将仇报的行为，就硬刚到底，不但大胆为自己辩解，还广撒求助，寻求当天的目击者和证据。就这样，在三天之后，一个路人站了出来，并且还带来了事件的录像。原来路人曾经也被碰瓷过，所以每次见到有人助人为乐，就习惯的会帮其录像，并保留半年之久。 这次也是路人刚刚发现传单，就立刻联系了大学生。最后在证人以及证据面前，警察叔叔严厉的批评了他父母，并且让他们向大学生道歉。但大学生拒绝接受道歉，除非当着新闻媒体的面，否则就请赔偿他的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一万元。平时都是别人往他们口袋里放钱，哪有他们往别人口袋里放钱的道理？所以小丽父母既不当着新闻媒体道歉，也不赔偿一万元的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费，然后就被列入了老赖。 这下我能理解当初小丽介绍我是一个愣头青时，她父母的脸色为何那么难看了。小丽的碰瓷专业户老赖父母就这样被骂上了热搜。他父母在查看网友留言的时候，一时不慎，双双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进了医院。正所谓无巧不成书，他父母被从担架上抬进去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里看望大学舍友。这家伙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腿骨骨折，这个医院正好是骨科最好的医院，因此排队的人特别多，好多病人都没有床位，都在走廊的临时床位上候着。 非常的不方便，我给魏阳打了个电话，魏阳说隔壁医院治疗骨科也是一绝，而且恰好跟他公司有合作，让我等一会儿。然后十分钟左右，魏阳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让我直接带着人过去就行。我带着舍友过去后，院方果然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安排了床位以及手术时间。舍友的父母对我千恩万谢，舍友就跟我简单的说了声谢。他知道我不想因为彼此之间的身份就让这层纯洁的舍友关系变味，这也是我跟他关系很好的原因之一。 就在我们两个人在畅聊其他舍友和同学发展和现状的时候，小丽找了过来。她倒是不客气，上来直接就吩咐卫星，你给我父母安排一下床位和手术吧。我还没回答，舍友就替我开火了。小丽，我们全舍友都被你骗了。之前在学校的时候，你装的楚楚可怜，对卫星更是死缠烂打，非他不嫁，让我们一众舍友都大受感动。我们拼命给你创造机会，这才让你追上了卫星。恋爱期间，你仗着卫星的专情和宠爱。 对他吆五喝六的，没想到你大学一毕业就攀上了一个老外，甩了卫星，现在你还好意思过来颐指气使？我就问你，你哪来的脸？事实证明，小丽还是要脸的，因为她被舍友骂跑了。开心。几天后，我接到了校主管和人事主管的电话，校主管语气惆怅的让我做好心理准备，人事主管则语气欢快的告诉我事情查清楚了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我则满怀期待的回到了公司，因为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在大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。 包括人事主管林康、卢晓亮，业务经理、业务部副总、副总、校主管以及我。人事主管当众宣布结果：经过调查组紧急调研，我们发现卫星在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，例如工作不积极，工作时间存在摸鱼情况，外出拿快递和外卖，更是浏览过除了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信息。这些情况我们查证并有足够多的证据证实，并且造谣中伤同事，引起公司内部矛盾，影响极其恶劣，现在给予开除处理。 说着，他还拿出了一大堆纸质证据。除了校主管和林康，其他人都面带讥笑，仿佛嘲笑一个蝼蚁的自不量力。卢小亮更是得意忘形，对着我无声的说着：“你小子还是太嫩了，说让你滚蛋就是让你滚蛋。”我扫视一圈，心下明白，简单的翻了下所谓的证据，都是我工作时间出去拿快递以及上厕所的证据。这几天我也没闲着，恰好也拿到了一些证据。我一边笑着，一边点开了手机里的视频。卢总，你把这么机密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旭日。 就不怕抢了你的业务吗？这是陌生人的声音，我只是一个打工的，累死累活做成一单也就万把块的提成，给了你，我至少能拿十个。再说了，我们鼎盛家大业大，不差这点钱。这是卢小亮的声音，陌生人，卢总这样干，不怕被同事或者公司发现吗？卢小亮，我们同事有一半都这么干，不照样没被发现吗？当然，出了这个门，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了。我摁下了暂停，看向众人，卢小亮脸色大变，你血口喷人。 你这声音是合成的，是假的，这明明是录下来的原声视频，怎么会是合成的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澡堂里什么都没法带，怎么可能被录到？刚说出这句话，卢小亮就意识到不对，他惊恐万分，可惜有些晚了，他汗如雨下，先前那种嚣张的气焰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软趴趴的趴在会议桌上，仿佛一只被打断脊梁的野狗。我看向林康，又看向校货主管、校主管林康，这件事情你们两人应该可以给我作证吧？ 校货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考虑了半晌后，他点了点头。林康则是没有发表意见。人事主管和业务副总两人交换了下眼色，前者语重心长的对我说：“卫星，你这证据十分重要，我怕会有人对你不利，请交给我保管。”业务副总也跟着说：“这事情无论真假，我都要严查一番，所以先不要把这视频发出去，请给我点时间处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这事情确实挺严重的，我就不麻烦两位领导了。我已经将相关资料证据交给了人事部的谭总。 以及我的父亲，你已经交给谭总了。这是人事主管的声音，你父亲，这是业务副总的声音，他敏感度要稍高点。你叫魏星，你姐姐是魏月，而旭日集团的老总是魏阳，他不会是你哥哥吧？我点了点头，没错，我哥哥是魏阳。副总脸色有些苍白，但仍怀着一丝希冀的目光看向我，小心求证，你的父亲该不是魏建国魏总吧？副总，您真是料事如神，您这水平不去算卦可惜了。副总的脸色刷的一下子全白了。 满脸的肥肉更是不断的颤抖着，不过他还是不死心，不断的念叨着给自己信心，也许只是重名呢。正说着，会议室大门被推开了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人事部谭总以及一干董事走了进来。我爸坐在主位上，表情郑重且严肃的通知了会议室的人：集团这些年损失亏空巨大，涉及的相关人员量刑是足够的，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，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。他一锤定音，锤的在场除了校主管和林康都站立不住。 业务副总强撑着两百多斤的身体，匍匐到我爸面前，嚎啕大哭：“魏总，魏总，求求你看在我多年来任劳任怨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！”我和我哥急忙拦住他要抱大腿的冲动。魏阳冷笑着看向他：“福总，你可跟任劳任怨这个词差距甚远。这些年你从公司里少说也捞了几千万。”我爸也叹息一声：“老福，之前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可是等来的不是你的坦白，而是你更大的贪婪。”接着他又向左右的董事们炫耀：“怎么样？” 我老魏虎父无犬子，我家小子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惊人，轻松解决集团近年来日益亏损严重的问题。董事们也很开心的庆祝我爸后继有人，公司有救了。小丽的日子最近很不好过，她的父母先是被拔出碰瓷和老赖的黑历史，接着又双双住了院，而且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，很难彻底康复，眼看着要终生残疾。接着，他哥哥因为泄露公司机密和经济罪被抓到牢里，因为涉嫌金额巨大，不但要归还公司相应金额，还要吃上几年牢饭。 再然后，她亲爱的外国男友莫瑞娜被阿尔巴尼亚的高利贷追了过来。阿尔巴尼亚想再次逃跑，却被热心群众给拦住了。他无奈之下向小丽索要了谈恋爱以来所有的花销，一起承担国外高利贷的怒火。这个臭老外从一开始就没存着好心，给我转的任何一笔超过一百元以上的钱，都备注着借款。他市中心根本也没有房，他给我哥哥看的那套房子是租来的。他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鬼，而且他还有老婆，他老婆也跟着过来了。 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，还上我家大闹一场。那个死鬼老现在工作也丢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而且我还得跟着他被追债。我现在无路可去，卫星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！是我以前瞎了眼，不识金镶玉，不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青年才俊。小丽在我面前哭的梨花带雨，我以前最吃她这一套，可是现在我最讨厌的也是她这一套，讨厌她用着初恋的姿态伤害痴情的我。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，我免费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和莫瑞娜的信息都是我提供给他们的。 我没有掩盖脸上开心的笑容，包括你现在的地址，我刚刚也发给他们了，相信追债人马上就到了。小丽一边咒骂着，一边仓皇逃离。我几乎以全票的资格通过了董事会的决议，当上了鼎盛集团的董事，并出任集团总经理助理职务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约了孟倩出来。不好意思，上次事情将你卷了进来，不过幸好莫瑞娜没来得及报仇。莫瑞娜在学校里也没少骚扰女生，不过她能这么快被免职，是有我一部分功劳。孟倩笑得很得意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家是书香世家，在教育界很有威望的。我端起了咖啡，那祝贺我们联手打掉了一个教育界的败类。孟倩端起了咖啡，轻轻碰了一下，恭喜。全文完。